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杰明。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好莱坞，还有这个西方电影，很少很少有表现这个共产主义迫害的这种影片啊，那么表现中国人遭受共产党迫害的和屠杀的这种电影就更少了。但另一方面，好莱坞和西方各国描绘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和屠杀的电影多如牛毛啊，不胜枚举。这最有名的比如说辛德勒名单呢、什么钢琴家的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全世界纪念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迫害的标志性这种遗址，比如说纪念碑啊、遗址啊、集中营啊，有很多很多。但是与之相应的，有没有纪念这个共产主义迫害的这种标志性纪念物？有，但是远远不能够与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和屠杀的标志性纪念物那么有名那么多。你比如说纪念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纪念碑，至少有三处，一是以色列，二是德国柏林，三是在美国的波士顿。那种纪念犹太人遭受迫害的集中营的遗址，比如说奥斯威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随便一举就一大把。但是有没有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纪念共产主义苦难的这种标志性的纪念碑或者遗址？有，但是非常少，而且根本没有名气。那么美国近两年，好像是去年才树立了一个六四屠杀的一个雕塑，是在加州。当然远远没有这个纪念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的这种标志物那么有名的啊。而且这个纪念六四屠杀的雕塑之所以放在美国，很可怜的原因就是，这是中国大陆根本不允许，绝对禁止纪念这个六四，啊，这与这个纪念这个共产主义罪行的纪念，与纳粹迫害犹太、迫害屠杀犹太人的这种纪念的这种反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反映了这个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在全世界的强势的话语权啊。那么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上个世纪最大的受害群体呢？实际上远远都不是啊。上个世纪以及近500年来最惨最苦难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先是
找到这个满清，满人的这个屠杀，征服，还有这个文字狱、闭关锁国，整个民族成了这个奴隶，然后又在辛亥革命之后没有多久，又遭逢这个日本的入侵，还有苏俄的入侵，还有苏联扶持共产党的内乱的荼毒。辛亥革命之后不到40年的时间，就落到了共产党手中。在共产党的暴政下，痛苦的挣扎70年，直到今天。那么，中国人他被迫害致死，光是死在共产党手中的这个人数就超过了1亿人。那么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大概是600万，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有所夸张，但不管怎么说，犹太人遭到纳粹的大屠杀是一个事实，被屠杀了好几百万人，这个数字它比起这个中国人遭受共产党的屠杀的数字只是一个零头，而且中国人迄今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的暴政之下，那么这种现象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受害者，在全世界的强势的话语权，可以说是话语霸权，那么犹太人他为什么会获得这种话语霸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英国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与德国进行了这个残酷的战争，那美国罗斯福政府从亲共的立场出发，他对他跟英国一起都做出了联合苏联共产集权，彻底攻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这种选择。那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一方的胜利，那么必然就产生了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政治正确的需要。那么苏联因为它是共产集权，它当然不准提共产主义的罪行，它当然需要竭力的夸大这个法西斯的罪行，以掩盖共产主义的罪行。那么英国和美国他为了出师有名，当然也需要尽量的强调法西斯的罪行，而淡化共产主义的罪行，否则的话他联合苏联就很难堪，那么犹太人作为一个遭受纳粹屠杀的一个群体，那么他当然他的清算对象，他的复仇对象当然是法西斯，而这个共产主义刚好又是犹太人的忌讳的一块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发明，共产集权的实践都与犹太人密不可分。马克思是犹太人，列宁是带有犹太血统，这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大部分中央委员，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这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犹太人，切卡的这个鼻祖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捷尔任斯基都是犹太人，红军苏联红军呢
创始人图洛茨基也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当然要回避，要掩盖这个共产主义的罪行啊，而且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恶战酌情的政治正确。这个法西斯万恶，共产主义的罪行，就采取淡化甚至是掩盖的另类的标准。最典型的就是在波士顿屠游纳粹屠游纪念碑上的一段碑文啊，这段碑文是由这个德国的左翼牧师马丁尼莫拉在二战之后的一个所谓的忏悔啊，他在第一段里面，他在那个忏悔诗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这个诗里面，在尼莫拉的诗里面，共产党人是全然的作为受害者的倾向出现的，但实际上，共产党他不仅他在纳粹和法西斯面前他是受害者，曾经是受害者，但他也是一个加害者，而且他是一个比法西斯罪行大得多的加害者啊，他屠杀的这个他屠杀的人数远远超过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屠杀人数的总和啊。那么尼莫拉的这首诗他就起了一种巨大的误导作用，通过波士顿这个屠游的纪念碑起了一个巨大的误导作用，因为世界上没有与这个波士顿屠游纪念碑影响力相当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纪念碑，共产主义罪行的纪念碑没有啊，因此他这个诗的误导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就造成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民众，尤其是西方人，他对纳粹的罪行非常了解，但是对共产主义的罪行非常模糊啊。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正确，酌情政治正确啊。这个纳粹法西斯万恶，那么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罪恶好像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一样啊，好像它不是罪恶，只是一种这种理想主义的错误一样。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里对这个纳粹分子以及纳粹分以及前纳粹分子他的制裁是非常严厉的，不止一个纳粹前纳粹分子被驱逐出美国或者是被判有罪，但是因为曾经是共产党人而被驱逐被判有罪的在美国你基本上没有，因为犹太人他是二战持续的最得力的一个民族啊，他通过这个二战的胜利获得了作为一个受害民族的最强势的话语权啊，那么他就利用这个受害者的话语权垄断了这个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啊，他为了维护这种政治正确的话，他就支持这个左翼的政党，甚至是资助这个极左团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索罗斯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这个犹太大资本家，他资助安提法以及好几十个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犹太金融集团以及这个美国的西药制药商犹太制药商集团，他们一直以来就大力的支持这个民主党，而且这个华尔街犹太金融集团一直以来对中共很友好很亲善，给予这个中共国迄今给予中共国大量的投资，而且华尔街金融集团还有药商集团也是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共国迄今是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共国的最大障碍正是他们正是他们在维持的一个这个酌情政治正确的环境，而这个酌情政治正确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中共的我们应该牢牢的记住，我们应该牢牢的记住，这个恶战的次序是建立在牺牲中国人的基础上的。恶战之后，中国被美国和英国出卖给了苏联，送到了苏联的虎口恶战之后的次序是建立在中国人痛苦的基础之上的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